社群网站疯传高山峰另类画红。别聊这没加上极品，给鸡翅高山峰的男人舒服，因为那个他们传的时候是深夜，我在睡觉，他们传聊到最后说还是不要聊好，因为有可能是高山峰。我醒来的时候我就神经病吗？他们说还有是男优的照片。TVBS 欢乐台42频道上班这档事。